的行动失败了。现在怎么办？
回去，来不及了。起来，起来，巡夜了！干嘛？巡夜了，睡一会儿。哎呀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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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巡夜，巡夜，巡夜啊！快点，快！巡什么夜呀？这两天拉肚子，拉得我特难受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老涂，你可别跟我倚老卖老，要是让冯头知道了，咱们俩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哎，行了，兄弟，你替大哥跑一趟啊！哎，我说你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拿着拿着啊！我特难受，我告诉你。过两天我请你吃涮火锅还不行？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过两天请我吃火锅，别耍赖啊！一定一定，快去吧啊！哎，辛苦了啊！啊，快去吧！哎这身子虚，警告你啊，以后睡觉别给我蒙着被子，也不怕把你闷死。是，谢长官，你要不叫醒小子，小子还真是给闷死了。长官辛苦啊，赶快睡觉。辛苦辛苦。敌人为什么没有处决小毛同志啊？算算，先不管了，反正啊，活着就好。
进去。孩子，快快坐下，坐下。哎呦，孩子，快擦擦。这。宋馆长，来，哎，宋馆长，今天这事儿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个事情我自有分寸。卑职明白，可是上面咱怎么交代呀？上面该毙的人咱不都毙了吗？至于留下的这些人，我白山馆的粮食还供得起。哼，李生金这个老狐狸，明天毛局长来视察，他是想今天把屁股擦干净。只要沈飞一死，同时王凌宇这边也是思潮起伏。王凌宇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再一次绑住了张海峰。其实在王凌宇的心中，这个男人的事情早应该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了。十年前他如此无情地伤害了自己，现在自己的心里对他应该只有刻骨铭心的恨。然而这一次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王林宇感觉到这十年来心静如水的生活被打破了。昨天晚上怎么临开枪的时候孙德亮突然给叫住了，然后跟那冯彪在那嘀咕半天，嘀咕什么呢？完事之后反而枪毙了一部分犯人。孙德亮绝非等闲之辈，你说这孙德亮感觉出来沈飞不是那条大鱼？有这种可能。哎，对了，那沈飞到底什么来头？沈飞同志也是延安派到重庆来工作的，但他主要是负责几个游击支队的工作。当时组织上安排沈飞和小毛同志同时抵达重庆，没想到这个安排牺牲了沈飞同志，却保住了小毛同志。那这么说，小毛同志现在算安全了？孙德亮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我们的时间并不多，必须要抓紧行动了。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继续和小毛同志联络，确认他准确的关押位置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要进入地下室，仔细勘察整个地下室的结构，确定出最后的逃生路线。你不是说咱们最后通道需要利用王凌宇吗？不错，只有利用他才能打开发电机房。发电机房？需要一样东西才能骗过王凌宇。什么东西？一种毒性苔藓，红压灵。都炸好了，都炸好了，炸好了，快点，老队，炸好了，大家过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做你的，快点，都炸好，都炸好了。一排，向右转，齐步走，快点！等等等，跟上跟上，快点！都跟上，跟上跟上，快点快点，走！李胜金向徐兴良转达了辉先生对他的信任，并再次叮嘱，一定要彻底查出张海峰的底细。徐行良这个人虽表面斯文客气，实则极具欺骗性，手段极度阴险毒辣，在白山馆还没有他对付不了的共产党。徐行良知道张海峰是一个难缠的对手，为了摸清张海峰的底细，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利用王凌宇与张海峰这层关系，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张海峰的软肋。有的时候咱们可以这个细节嘛，我想应该就是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卑职明白。好，我走了。
熄灯了，熄灯了，都睡觉了啊！熄灯睡觉，熄灯睡觉，熄灯了，睡觉了啊！都给我熄灯睡觉了，熄灯睡觉，熄灯睡觉，熄灯睡觉了啊！
这轻点儿。哎呀，里面好像有人啊！哎，走，谁？给我好好搜一搜。出来！哎，狗哥，这里面没有人呢，这里面不可能啊！我明明听见这里面有声音呢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，狗哥？刚才吧，我好像听见这里面有声音，走过来旁边柜子倒了，我就晕过去了。哎，狗哥，你是不是烟瘾又犯了，出现幻觉了？你才出现幻觉呢！劝你俩不要乱说，走，跟我把外面收拾干净。哎，好好，收拾干净了。哎，是是是是，好。给你了。我那天就是随便说说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不行吗？
我一直都想告诉你，是你不让我说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两个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你不要做梦了，你不要做梦了，行吗？哎，朋友，我送你一句话行吗？你们中国人不是喜欢说强扭的瓜不甜？哎呦，我恨我自己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忘不了他？十年了，我以为时间可以改变一切，可是我错了，星亮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我也很多次的想过，我应该跟你在一起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。如果你真的想要，我可以给你。
峰提到审讯室。